大家好，这里是天天快资讯，我是小编。今天小编跟大家聊了美国这个新冠疫情哦。截止到目前呢，美国新冠已经这个确诊感染超过12万了，这个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了，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中啊。那么这个美国新冠呢，对美国经济呀，能造成多大影响呢？会让美国这个倒退多少年呢？今天小编就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哦。目前美国这个新冠可以说非常的严重啊，一天就增加这个1万多。从表面上看呢，这个美国疫情啊，现在还没处于这个大规模的爆发期中呢，有可能过一阵子还会增加的更多。对吧？现在他们这个可以说这个医疗检测呀，这些用这些工具啥的，可以说非常的紧张，特别特别的紧张。小编认为呀，这次疫情至少让美国经济能倒退10年左右。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的经济冲击，恐怕不亚于这个1929年的大萧条啊！大萧条对美国这个经济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呢？直到这个1950年代初啊，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标才全面超越这个1928年。这个读过历史的都知道这些事儿啊。可见这个经济大萧条对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呀。那么新冠肺炎亦是如此啊！尽管现在这个美国呀，手握着美元的霸权呐，能够通过这个印制美元这个扭转危机，但是美国经济呀，也至少要倒退10年才能重新回到这个正常的轨道上啊！新冠疫情可以说来势汹汹啊！对美国投资者的信心打击简直太大了。前两天有个事儿，就是美国这个白宫啊与国会达成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，美国股市啊才有了这个反弹。但美国的疫情已经完全失控了，在新冠疫情肺炎这个失控情况下，2万亿美元的远水，怎么能紧得了这个，解得了近渴呢？新冠肺炎这个疫情爆发，美国各州啊都在陆续的采取这个封城措施，这个绝对是跟咱们中国学的嘛。多数的企业家也就陷入了困境啊。美国企业家陷入困境之后，很多美国人就会失业，对吧？失业率可能高达这个30%以上，有可能还更多。多数的美国人呢，其实都有这个超前的消费意识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啥这个储蓄。没有储蓄的美国人失业之后呢，就会带来这个生存的危机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可能这个犯罪率就会增加。上面小编说的美国倒退啊，是在经济上的倒退。小编认为美国还有一个倒退，那就是在国际地位上的倒退。再通过这次疫情啊，可以看出这个无论是北约还是欧洲啊，其实已经看出这个美国是不是在困难的时候带他们前进。目前看没有，对吧？这个欧洲现在都是各自为战，美国这个也没有团队发挥这个主心骨的作用啊，反而是自己顾自己。而咱们中国呢，在这个好多国家有困难的时候，咱们这个挺身而出，帮他们渡过难关，派人的派人，而且还带了好多物资，可以说中国已经帮到了好多好多国家，他们也非常感动，对吧？而美国这个这一点就是可以说做的不是特别好，本身你们都是盟友，但是你却没有帮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次疫情之后啊，美国至少倒退10年时间，这个应该是稳了。
希望这个疫情早点结束。好了，本期小编就唠到这儿，想看更多最新资讯，欢迎大家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